道就是哥哥。等等，他刚才替深渊使徒挡住了攻击。你的妹妹好像和深渊。哥哥，为什么你和大英在一起？我们又见面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英也知道他的名字。哥哥，你不该和这个人同行，这个人是我的敌人。英，但这是必须对你说的话，哥哥，不要与大英一起来阻止我，不要阻止深渊。那个人，大英斯雷布，他是坎瑞亚末代宫廷卫队的末光之剑。在500年前，他未能阻止坎瑞亚的灭国，那时他身受不死诅咒，流浪荒野，只能看着他想要守护的人民化作深渊的怪物。你说大英是坎瑞亚人，500年前经历灭国的坎瑞亚人？而且你说人民化作怪物，是说现在的深渊教团不只是和坎瑞亚有关联的程度，根本就是坎瑞亚的移民本身吗？还有大英是你的敌人什么的，一下子完全搞不清状况了。家，当然有哥哥在的地方就是家，但我还不能与你去往下一个世界寻找新的家园。在深渊淹没神座之前，我与天理有一场尚未完结的战争。听我说，哥哥，我已经有过一次旅行，所以你也要像我一样抵达终点，才能在自己的眼中留下这个世界的沉淀。我们终将重逢，但不用急，哥哥，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等你。我们的时间从来都是足够的。